各位平安，平安。先讲开心，讲圣诞快乐吧，咱今天要来讲到耶稣这个出世的故事的第二项，就是讲到这个伯利恒。这个伯利恒，今天的这个故事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平安的信息，分作三段。第一段叫做不安中的平安，第二段叫做平安中的不安。第三段，咱来讲到怎样得到平安。咱有时咱想讲圣诞节，从咱即马开始教会咧decoration 吼，也是讲你去 shopping mall， 你看就是 decoration， 互咱感受到迄个圣诞的气氛。伫迄个气氛中间，你看有一挂物件会出现嘛吼，比如讲马条，对无？看有人囥一个哎。耶稣出世迄个马吊的一个安尼，真古锥的一挂小羊啊，还是讲小牛啊，吼，一个马吊去啊，哦，你看到约瑟，看到玛利亚，看到一个 baby， 伫这个马吊中间，哦，咱即马看到迄、那个，就心中就感觉一个，迄、那个咩啊描写迄个真趣味的，唔知倒位来迄种平安的感觉。另外，你看迄个边啊嘛，可能有诶，就可能是有迄个木羊诶啊，特别木只啊，唔通袂记，啊无今日讲诶，迄东方来三个朴树，对无吼？啊，骑骆驼哦，啊，即款诶气氛，啊，佮加上迄个音乐，你感觉足平安诶，是毋是？所以咱有时咧想想想象讲吼，哦，当初迄个圣诞诶时阵，耶稣出世迄阵时，应该是安尼啊。出平安的，我无奈叫平安夜对无吼？但是你敢知？伫历史上真正的记载，耶稣出世的迄段时间，毋是干一天两天吼，迄几年，耶稣咧是真无平安的，绝对毋是咱所想象的头头讲的迄个气氛，会使讲是无平安。但是伫迄无平安的中间，不安中间有一个平安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。这点，咱先来看另外一个记载，不是伫这个马太，来看这个路加，好不好？咱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二章。咱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咱来看这个，这除了迄个朴素了，还佫有记载迄个牧羊的人，是不是？啊？我来为第八章开始看吼，路加第二章的第八章讲到耶稣降生的时，伫伯利恒的野地内面有牧羊的人，因夜间呢就看上羊群，有主的使者徛伫因边，主的阳光四面照着因，牧羊的人就真惊吓。天使对因讲：唔通惊，我报予恁大好的消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日去代表的城，恁要生一位救主。就是主基督，你要看到一个婴仔抱着布，抱起马条来，迄就是记号了。突然有一堆天兵甲天使俄罗讲，俄罗上帝讲，伫至高的所在荣耀归乎上帝，伫地上平安归乎伊所喜悦的人。天使就离开因就天去，无因为人必须讲，阮得去行去。看要成就的事，就是主耶稣指示我的。而且讲了，还另外一句牧羊人，是不是？哦，这牧羊人，而且予咱看见的是讲，因有一个信息跟因讲平安哦，是不是？这天使为天顶来跟因讲，地上平安归乎伊所喜悦的人。但是这个平安是不是所有人都经验到？圣经的记载是讲天使来跟这个羊群，各羊群这牧羊人讲啊，然后，你说知影前后故事的时阵，因是真特别的一群哦。安怎讲？你头好看一下好无？咱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。其他的是该杀，该杀就是迄、那个罗马的皇帝吼，有旨意落来，叫天下所有的人、人民拢爱报名，哦，爱登记。就讲咧，咱台湾迄个户口爱报户口，所以迄阵时，迄一两年，所有的人拢伫咧 travel，
拢爱离开因所寄寄居的所在，来转去因的原来所在，来报名要受审人口。伊这时呢，第三章讲众人归各家己各归各城报名吼。约瑟因为拉撒勒嘛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叫做撇利行哦。其实所记载这段圣经在记载真真短。但你当知影讲，耶稣是出生，不是出生在伊爸爸的故乡哦。伊是伫咧旅行的过程中间，来到撇利行生伊遐，所以毋知无所在通住。伊迄时阵袂使讲是动荡不安呐、啊，但迄阵时是全国他妈来吃吃滚，你知毋知？大家他妈咧走过来走过去，哦，伫迄中间。实际上，唔是咱所想象中，刚咱去摸看到人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人咧 decoration 啊，大家安尼真真 peaceful， 唔是安尼哦。哦，无情愿，哦，皇帝命令叫咱着爱迁徙，安尼走来走去安尼，真无平安的时阵。像迄个时代，嘛唔是平安的时代。所以，这个平安，唔是迄阵时的人有法度感受到。是一个不安的一个世界，但是这个不安的世界中间，才有这个平安。这是咱所爱去想的。这个平安是什么的平安？你记下头读迄章，我特别强调的是十四章讲：地上平安归予伊所喜爱的人。所以平安不是 taken for granted 的，你知不知？咱平安是真珍惜的，就 precious 的，就宝贝的。平安不是讲你想就有诶呢，譬如讲咱今日生活同款啊，咱尽咱一切诶本事，咱家己咧生活过好，家庭照顾好，工作头路尽量拍拼，囡仔好好带，我嘛讲一切拢会平安顺遂。无拄拄呢，一寡代志是咱有法度来去控制，有一寡代志毋是咱超过咱手诶迄个能力有法度来控制。譬如讲健康，是不是？咱去台湾教会会友有人破病，啊，不是讲年老食老啊，才无爽快，还无爽快咧破病哦，不是哦，少年人嘛破病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奇怪，这个世界愈来愈侪奇奇怪怪的代病，知不知？以前唔捌听过，即马拢有咧。你若查多一天，即个无平安的即个病也来到咱的身边，无人知啊。即礼拜拜三，咱教会基督会咧为着去南加州迄个恐怖攻击咧基督，十几个人怎安尼去用枪杀？这世界是甚么款的世界？咱有时想讲，咱有平安，哎，感谢主啊！上次讲去南加州发生去三百顶路的代志，敢袂去西雅图发生？那我拄来的时候，我想啊，这西雅图吼，足偏僻的对无吼？全美国来讲，那是安尼边仔一角路啊尔。想袂到去年是不是？是去年 SPU 干不是？西雅图那个基督那个 Pacific 大学啊，发生那个校园枪击事件对无？我看到想袂想讲，嘿，这种代志发生去西雅图，你知不知？但是嘛是发生啊。平安无平安，无拄拄是讲发生这个代志，恐怖的事件也是，会使讲一切拢顺遂，你心中嘛无平安的，是不是？好好啊，最近无破病啊，啊，囡仔嘛听话啊，啊，家庭顺遂啊，看起来拢好势好势，心中嘛无平安的。未困的就是未平安啦、啊，你知不知？你会困的未？暗时困好无？啊！我最近这礼拜拢困不好呢，所以平安不是咱想的安尼呢，平安不是讲环境这些事件，平安不是伫心中的。这个平安，人是正常是无平安的啦，你知不知？因人实在是有限，咱人虽然讲真单纯，哦，我大拢爱想，大拢爱追求，你会平安啦。但真少人安尼，你知不知？真少，虽然你什么拢无啊，譬如讲什么食老啊吼，大家拢家一个人咧过日子啊，无什么好求的。
但是叫做啊，心中有一挂五万的时阵，无法度去得到你所五万的时阵，你心中就无平安啊。这平安是无多多是靠借着外口的环境，有法度让伊得到的。平安人是照本性是不容易得到平安的，平安是上帝赐予咱的，而且上帝一个应允。就是讲，伊要天顶来比地球的平安，要归予伊所喜悦的人。什么是伊喜悦的人？伊迄群人中间，上帝拣选遐无缘的迄群人。通过迄群人，上帝要来通过伊传达出一个和平福音的信息。所以，伊并无平安中间来求这个平安。这平安真 precious 呢，这平安不是容易的呢，哦。所以第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讲，实际上这个平安夜、平安年哦，无平安。这个平安是有目标的，有一个对象的，是一个目的的，一个信息，你必须要回应的，不是每一个人拢我都得到。第二，咱来看来讲，咱讲这个平安年、平安年中间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在无平安？什么人是在不安？那好多都来看这个马太哦。那看见马太去，那他读的车，伊底下看到几群人有无吼？第一、第三节，希龙，圣经内面几多位希龙啦吼？啊，每一个希龙都无好，无一个好诶。这希龙呢，听到心里安啦，你看圣经的记载，心里就不安。你不安心里，我请问你，希龙有什么好不安呢？一个婴儿出世，你不安心里？哦，可能听讲有言在讲吼，有一个囡仔要出来做王啊，我是王呢，我搁一个要做王呢，那就不安了，敢不是？所以不安的是咩？伊惊吓，伊的王位受到威胁，敢不是？受到危害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不过加伊啊，尔是敢是？唔是要继续看哦？第三章的后段，耶路撒冷好声的人、专声的人，啊都不安。哇！安心不安心咪？小啊，一个囡仔要出世，王不安，全民全城的人都不安。欸，你无注意到这点吼？咱以前咧注意看圣经讲的平安年，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时候，未去看不安这两字的，因为无平安这代是绝对未出现耶稣基督诞生的这种诶记载里面。但是拄拄啊，刚好相反。平安夜只有诞生在很少人的心中，伊迄阵时大部分人是按这种情形，圣经咱描写，嘛不是讲百姓不安啊，尔继续看第四章，伊就调这些长，这些长是啥人？就是宗教的领袖，敢不是？他都是政界领袖，叫做希律王，即嘛宗教的领袖，这些长，民间的文书，民间的文书是啥物？就是律师吗？就是迄阵读册，咧教导人的律法书啊，这下人拢是伫高高在上的哦，这下人拢是世界啊，迄阵是社会的咩诶精英分子哦，就问伊讲，基督要生伫倒位，这下人拢何意这样子？所以这下人心中拢不安，因为伊拢受到威胁，就是甚么威胁？就是这个囡仔所生出来的囡仔要做什么代志？这囡仔要做什么代志？这囡仔圣经甲咱预言讲啊，哦，伊甲咱预言讲，这囡仔，罗家第一章七十九节讲，这囡仔是和平的君，伊要将这全人类因带到平安的路上。但是因所看的不是迄个和平，不是迄个平安，因所看的是这个和平的君，这个君。这个君王，这个君，要是讲要换时代啊，即摆有另外一个人在做王啊，无平安啊，社会咧动荡啊，无代无志，皇帝叫阮来登去找去报名啊，报户口，要什么意思？大家人安尼心中不安啊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就即款的情形，而且因开始在那受到威胁。因无法度去了解，
到底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真正意义是甚物？哦，所以你想想，真是趣味吼。耶稣基督一个婴仔生伫迄个所在，伊变伫遐哩不安，但是甲伊做伙迄群人平安，迄毋是一工两工，你知毋知？伊在历史上，伊详细去查考。约瑟甲玛利亚，因来到这个伯利恒，生了婴仔了后，直到波斯国来找因的时阵，中间差偌久，你知毋知？至少一年半。所以耶稣出世迄天，咱咧讲波斯来召见耶稣，来看耶稣的时阵，其实耶稣已经毋是一个婴仔咧。照历史的记载，当波斯来到找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已经至少一岁啊，就是讲。约瑟甲玛利亚来到这个伯利恒了，无随转去，唔知什么原因，伊就徛起去这伯利恒，暂时至少一年半。所以这个波斯看到这个星，开始行，嘛爱行一阵啊，敢不是？我们讲囡仔出世，波斯伫东方，啊坐飞机随到，唔是啊？伊就看到一粒星，就对迄个星行来找耶稣。圣经无详细记载，这中间是一年的时间。所以当波斯来到找耶稣的时候，不是那个所讲的平安和不安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不是片刻的事情。那一个时代就是这款的动荡不安的时代。所以其实因为去找到这个耶稣，亲像找到耶稣了，伊嘛无平安的。伊若注意看卖吼，伊来看马太第二章的上头到头的上尾一节十二节。因撇不输去梦中被主指示，唔通去倒转去见希罗王。因撇输追求这个平安的车，这个车来到这找这个伊啊。了后要转去的时阵，心内嘛无平安的。总是心内平安就平平安行就好啊，安怎行安怎行，唔是呢？离开希罗王，无甲希罗王报告，不安的离开啊。惊吓，惊给迄个王害啊，还是惊迄个王给出卖啊？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，伊煞仔细去读这个所有的细节的时阵，伊才发现讲，这个故事不是咱所想象的，咱即马每年圣诞节教会咧庆祝这种平安夜，这款的一个描写的一个情形完全无同。尔虞我诈都勾心斗角，是不是？其中所有每一个人内面，拢有无同款的角色，无同款的担忧，无同款的烦恼，无同款的平安。只有一群人有平安，什么款人？遐单身纯纯，遐牧羊，去耶稣基督边啊，迄群牧羊的人。啊，伊想到有平安，是因为伊第一毋免报户口哟。上帝天使甲因讲，地上平安的归予所喜爱的人，是上帝信实。让人有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为咱人生而出来，是上帝赐予咱的平安。所以上尾一段要来问的是讲，不安中有人得到平安，但是佮耶稣出世这个和平的阮的平安中间，冇一个人不安。到底咱就安怎行来得到这个平安？咱要安怎行得到这个平安？第一，咱来看吼。就是他那讲的迄个十四节讲，地球的平安要归归乎伊所喜爱的人。咱就要问一点，咱是毋是喜爱的人？咱是甚么款的人？咱是为着咱家己咧活的人。希罗王是阿无平安，因为伊无愿意将伊家己王位 subject to 归乎另外一个王。平安。对希罗王甲这无平安的人来讲，就是爱将因的性命的主权，爱交予另外一个婴仔，一个和平的君。你有愿意将你的主权交予上帝无？譬如讲，你今仔做阿破病，你医生甲你讲，你得阁检查，阁检查，阁检查，你得开始烦恼啊！你的性命主权是给上帝，还是你的性命权主权是你家己？等于想讲，我要来去 control 这个病的时呢，哦，医生甲我讲，我有几个 option， 哦，会使安尼做，会使安尼做，会使安尼做，无够，我要去研究，
我不会跟他信一信的，哎，我去找足侪足侪足侪资料，哇，还有这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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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想尽一切办法，伊要将一切可能性伊拢来想到，伊要 have control， 伊要来掌管你家己的未来，掌管你家己的身体。你讲，这是我的身体啊，这是我的健康啊。然后看伊个医生讲，吼，你着安尼治疗，要安尼治疗。医生看你啊，才有心。但是这个代志你也听无，有时无甲你讲足详细，你无欢喜啊。伊若无叫我去研究的，迄来叫我来医我，敢不是安尼？有真侪人安尼，敢不是？去看医生讲，哎呀，你奈做的，甲我想的无同。哦，你咧家己咧扮演医生呢？因为啥物咧安尼？因为你足在乎，你足 care 你家己的身体，你要家己掌管你的身体，你要很 control。所以你主管，这是你爱的，你要做的。迄个王啥物真惊吓，迄个婴儿出世，因为这个婴儿是要做甚款的王啊？伊会跟我分江而治，跟我分，跟我共做王，还是伊要来赢过我？伊要把我王权提起，让我失去这个王位。人的不安就是出在这。咱一项代志，我头下讲，你说抓条条的时阵。上好你就有100%的把握，你要控制这样的事情。1%，你这样没办法控制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不安了，你就失去平安了。咱破病，我常用破病做例哦，就是讲，你可能大家较会了解。咱破病来到这医生面前，医生讲，医生当然比咱较了解这病嘛，咱家己研究1、2、3、4、5个方法。医生可能知影讲其他的第4、第5无效啦，所以甲伊讲 1、2、3 而已，1、2、3而已。啊，伊总啊一个真单纯的病人来到医生面前，啊，我什么也唔知啊，好啦，你安怎讲，安怎做，是不是？啊，伊嘛免烦恼啊，反正医生你安怎讲，我安怎做，啊，你叫我做东，我就做东；叫我叫做西，就做西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伊就免烦恼啊，啊，做就去做啊，时阵到，手术就手术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嘛无什么烦恼啊！但是你主要是安尼想足济个时阵吼，操烦不安，啊，一直想讲啊有其他个可能无？有其他个可能无？哦，这种情形我去咱探即个探访咱教会，毋是咱教会尔，会有伫破病，拢是安尼，真济拢是安尼，所以毋知要怎家己祈祷呢？你要知一个病人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平安在心中嘛。你若无安尼想，医生敢不是比咱较知影咱的身体？啊，是医生给咱出世有这个身体，还是上帝给咱有这个身体？咱的上帝，伊普通时咧拜的上帝，敢唔知影咱身躯内面多一个细菌咧种什么？敢唔知？咱敢不是拜咱这个上帝是创造生命的上帝？这个创造生命的上帝，敢无法度来了解、来掌管、来改变咱的生命？主要是安尼的时阵，咱的人的生命不是在乎于医生的手呢，最后是在乎于创造生命这个全大观念的上帝手中呢。伊才是掌管咱人的生命。不是医生啊，不是讲叫你做你门看医生，一定要看医生。我讲的是讲，爱知影讲，你爱将你家己的主权交托出去。你若无愿意和上帝来掌管你的事业，以你的事业上，你就操烦；你若无和上帝来掌管你的婚姻，你的婚姻中间你就操烦；你无爱上帝来掌管你的亲子的关系。伊无将你细囝交予上帝，伊将来就为了这细囝一个烦恼。圣经甲咱讲啊，儿女是上帝所赐咱的产业啊，咱的囡仔唔是咱的，咱的囡仔嘛是上帝呢，伊是赐予咱的这产业，予咱管的。所以你要将咱的囝儿来献登去予上帝，求主你家己亲自带领伊。你将不是我在管你，这不是属于我的，这是属于上帝。我自己的身躯也是同样，
咱的身躯是甚物？属于上帝，咱的身躯毋是属于咱的，是上帝赐予咱活命，咱才有活命。上帝讲停啦，好啊，你今日世间就真辛苦啊，倒转来天家的时阵，一口气都无啊。这就是上帝给百姓中间的主管。希罗王，伊也知伊做王，是上帝好，伊我都做王来照顾上帝托付伊的百姓，那是伊的任务啊。像今仔做总统同款，做总统是叫人来服侍你。做总统是啥物？上帝予你通过你的服侍，要来祝福这个全美国的人民，这是你的任务。所以你要将你所有的这些管理、官兵来交予上帝，主管来交予上帝，无你无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咱就过一摆去想。咱是甚物款的人？咱是主有通喜悦的人啊！无，谁人耶稣基督诞生伫这个马槽？谁人天使去找遐牧羊的人，无去找希罗王？谁知影讲希罗王阵后天使甲希罗王讲话的时阵，说不定希罗王嘛谦卑落来讲：哦，这个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。当然，上帝知影希罗王是安尼想，但是咱呢？咱是甚物款的人？总来照身份阶级、社会地位来讲的时候，咱绝对不是迄个无用的人。咱每一个人拢是迄啥？咱不是希罗王，咱不是纣王，咱也不是祭司长，咱也不是宗教领袖，兼差你是文书哦。哦，绝对你是迄个专心的人，敢不是？但是你不是无用的人，啊，专心的人都不安呢，啥专心的人都不安。遐个人无信耶稣，无将伊的主权交迄耶和华的上帝，对未来事完全无完全了解，到底要发生什么代志？所以咱是甚么款的人？咱做啊，亲像迄单纯的牧羊的人，上帝话安怎传讲，咱就安怎听。上帝话予咱听，咱就得到平安。真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人，我想咱大家拢爱平安，是不是？咱在第一，咱真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。两章圣经在我甲大家分享是伊别个所在所记载，你免嫌我头大家听。伊使徒行传第十章36节讲，和平的福音要传予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。所以耶稣首先就出世伫伯利恒，伫犹太人中间。在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17节，伊讲和平的福音要传予远的人，也是近外的人。和平的福音，咱有去了解这个信息是和平的福音无？咱要得到这个和平安，就爱传这个和平的福音。咱来接受这个和平的福音，心怀的人，上帝都爱。耶稣基督不是出世去撇离行，为着犹太人出世啊！伊出世是为着全人类。这个和平福音你有接受无？这个和平福音你有传落别人无？这是圣诞节上要紧、上要紧的信息。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真正平安在你身边，因为你将所有的代志拢摕离开你的心内，你就是在传主的福音。平安有时真奇怪来到咱的心中，不是咱所想象的方法来去讲心中。我会记得我真清楚，我知影几多年前，我记得我捌讲过一个故事，我阁甲大家讲一摆。就是迄个平安夜这首诗安怎来的？你敢知？咱头道，咱头无唱哟。Silent Night 这个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这个平安夜，这是一个奥地利的一个迄个一个人所写的，叫做 Joseph Moore， 1818年，因为迄个最高阿尔卑斯山，澳洲的阿尔卑斯山顶冠吼，因为迄个所在住个叫做 Tyrol 迄个所在，有一摆呢，就是这个Austria， 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真少年的牧师呢，1818年的圣诞节时呢，因为有一个信徒，伫迄个圣诞节前后，才生一个 baby， 一个
男的 baby 吼，查甫囡啊，爱伊去来看，爱在一块一直在想象那个景象，我今晚休息一下吼。高三哦，阿尔卑斯山高山，暗时，落雪，落雪，全拢无声音，安安静静，一个牧师出门去探访朋友，入去迄朋友中间的厝边，看一个查甫囡仔去啊，哎。父母看迄个囡仔出世，安尼享受迄个幸福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牧师去探访，佮回来的时阵，规个看一个所有所经验的感受的时阵，伊就写这个平安夜，是安尼来的。足孤单的一个人，真偏僻的一个所在，山顶，一个甚物款感动，一个囡仔出世，予伊的感动的幸福的感觉。伊迄感觉中间，哎，行转去，转去怎啊？个这刻怎啊弹出来？就是平安夜。第二天伊就去拜堂做礼拜的时候，伊就弹给大家听，哦，大家就感动嘞。但是感动一拜怎啊袂记？听讲怎啊？迄拜了后一年都无过弹，怎啊就没有了这样子。但是有跟他有一起编曲的有一个人哦，迄个人是修理平安路的。一年了吼，到个迄个平安路派去，啊来叫人来修理，叫伊来。伊来修理的时阵，修理了，赶快去圣诞节煎熬的时阵，啊来平安路修理后来 test 嘛，来试看嘛。哎就毫不经意惊心的，无特别去想怎个弹出来。所以一年以前个弹迄个平安夜曲怎个弹出来？哇，这下不得了啊！无偌久，连奥地利的皇帝都听到这首诗，最后就到皇宫里面去演奏。这首诗就是安尼留落来，对一个人心中的平安，一个牧师，无什么大事啊，但是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感受，所唱出来、所写出来这个平安名，感动济人啊。Until today， 敢不是？台北平安夜、圣诞夜，这就是宣传的，足侪人心中叫做平安啊。虽然不是讲直接咧讲福音，这是福音嘛，和平的福音嘛。平安是安怎传递出去的？不是讲把所有代志拢 take care 了，伊就平安，不是安尼咧。咱人嘛，使去困难中间有平安咧，咱人嘛，使去变动中间有瓦壳咧。平安是一种感觉，平安是不是咱环境有法度造成的？你去探访一个人，你用亲切的问候，用贴心真正去关心，平安就伫恁中间了。你无需要摕礼物去啊，当个朴素摕三个礼物，你知影三个礼物是啥物无？咱今日不是要讲个啊，所以讲，但是。真正礼物不是当年朴素那三个礼物啊，真正礼物不是你即马去藏伫恁家 Christmas tree 下骹遐礼物啊，真正礼物是你的囡仔转来厝的时阵，你甲你囡仔、甲你的囡仔讲话、三组织、三交接的时阵，中间有幸福的感觉、有平安，你甲你的囡仔讲话。你听伊，伊嘛知影你听哩，恁无误会，恁大家拢真好，做伙三斗斗斗阵，即款的家庭温暖，这是真正的礼物，敢不是？不是囡仔在期待 Christmas Day 要 open 开来迄个礼物，迄不是耶稣基督要送咱的礼物，耶稣基督要送咱的是伊家己和平的福音要给咱。咱就爱真正知影，什么是和平的福音。This Christmas， 即个今年即个圣诞节，希望大家上帝拢大家祝福咱有平安。有时候人做阵做伙吼，有时迄落爱节气的时阵啊，所有人拢转来吼，有时会冤家，你知不知？哦，人济吼，啊代志济吼，啊无闲家吼，塞车出去，接完这个就去送那个，接送那个，又去接这个，哇，那代志真济啊呢！哦，啊，平时打电话啊还好客，啊，那见面三度啊，哦，你这人嘛真麻烦嘞，哦，
我一天你在四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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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四小时间你做阵了，才发现讲，哇，你嘛真无真歹斗阵呢，是不是？求助帮助啊！我来去真正来享受来享受这个机会。人和两人中间的平安是很难得的，唔通随便的破坏人和两中间的和平，因为你做做这款代志，绝对不是上帝所需要的。上帝特别输啊，是人人意想不到、人夺不去的平安。所以真正唔忙，今年圣诞节，咱每一个人拢收到这礼物，新款礼物。就是在对天顶来信息讲，地上的平安的事哦，伊所需要的人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咱每一个我国主的百姓，愿主祝福咱大家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但是我特别上台，我感谢你，你真正是疼我，让我即群在你的当中有享受到主你的救恩。虽然我不配，但是你主你真疼我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你伫阮少年的时候，我来认捌你，是一生来挖苦你，好得无比，是主你个保守照顾，济济赢过阮家己的主意，你是来爱阮，听过阮爱家己，感谢主，你要互阮来见证，教会有宝贝的新的新鲜的衣啊，少年的衣啊，要去圣诞节来洗礼。求主你不但是帮助因，也帮助我每一个人。我看到因洗礼，我就想到鼓励，想到提醒。感谢主，你嘛是甲甲，互我甲因同款。伊过去的每一天，伊就出世伫我的心中，从此我的生命就无同。主，求主你帮助我，唔通袂记得迄个和平福音，你去到我的心中的迄阵起初的疼心，起初的感动。哦，真正是我的心中有一个天顶的平安，求主你的平安跟我弟弟，不但是在这个圣诞节起，永远无离开我，让我一生一世来挖苦你，行这个平安的道路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